投康战情势的照片，那两人有没有共同讨论未来选战的分工？那就是一个顾本土票，一个顾深蓝票，那未来怎么合纵连横打选战？在第一个时间，我们就要开始讨论我们整个选战的主轴。我跟少康副总统参选人一定两个携手合作，专台湾写套套，大家斗阵拼。尤其少康兄一来就讲，签辩论书，不怕检验，大家来好好一起打战。所以我们两个一定携手合作，赢得最后胜利。想问一下，最近民调显示侯市长跟赖清德只差0.3%，那是不是弃保柯文哲的效应是已经发酵了？民调参考用了，其实我个人最重要的，大家可以来比较我们的政见，尤其三个候选人的人格特质到底有哪些不一样，这才是我们选赢最重要的一个方程式。就想问一下，因为柯文哲那天在君悦不承认6.协议当场翻脸，但昨天登记的时候还要说6.协议，说第三点之外其他都遵守。那他还说未来联合政府一定要合作，而且还想帮我来一个小军站台，我不觉得他在蹭蓝。政治不然，能力呢？诚信，诚信。这个六点，你可以说这一点不要，其他的你要，有这回事吗？国民党打的是团队作战。昨天国民党已经很清楚下军令状，没有模糊的空间。我们打团队作战，纪律很重要。是柯文哲要离开团队了啊，所以国民党在这一役一定团结所有支持者，赢得最后的胜选。市长，我觉得民众党在耍人啊，因为从头到尾他们好像。这过程我相信全国的民众看得非常的清楚吧。那国民党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，可惜真心换到绝情。既然国民党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，所以国民党一定面对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合作，全力的往前冲。市长想请问一下，因为赵董事长还没有请辞中广董事长，那昨天赖清德就点名你说你这样能不能够接受？你怎么看？依法办理。等一下，我们少康兄被讲得很清楚。最重要的，我要请教赖清德，您这几年执政 ，NCC 所谓的独立咨议官，拢听你念呢。胜我者昌，逆我者死嘞！你们完全控制言论，哪一个电视台该下架，哪一个电视台该上架，拢您讲也算了。你是这样干的啦，人民可以接受吗？市长想问一下，那王金平是不是有拒绝担任全国后援会的总会长？因为有媒体报道是因为不满没有列入不分区。你们都误解了王院长。王院长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老前辈，尤其我选举这段时间从头到尾他都非常支持我，他担任哪一个职位他说过都不重要，他一定会帮我，我非常的谢谢王院长。市长，今天是不是要柯文哲看清楚什么叫做政党实力？另外呢，战斗蓝之前有提过8点政策，您全部都支持吗？我的政策非常的清楚，跟少康兄的政策其实大同小异，大部分都是一致性的，没有所谓的我们的政见有不一样的地方。至于那个小异的部分，其实少康兄也都跟我讨论过，我们一切以我们的选战主轴，一切以总统候选人为主。那政党实力呢？今天政党的实力很清楚嘛，国民党就是一个团队战，而且国民党人才济济，既有执政的实力，所以为什么国民党一定要达成政党轮替，让贪污腐败无能治国，甚至引来战争的民进党要下台。
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